大家好，今天要开箱的是 Swift 的 U4 吉他架。好了，有吉他架。那吉他架后面这边是要这样打开，好，它是这样扣下去的。OK， 然后这样子打开到你需要的这个宽度，然后再把它压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后面好，它是这种自锁型的。那它这个自锁的话，就是你开到这边，然后要往内推啊，推到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高度的话，这边可以调整，刚刚方便哈，这样子。这就是Swift U4 吉他架。